大家好，我是曾延奋，我来自越南，我来台湾正在读福音科技大学。那现在呢，我介绍福音科技大学，让大家一起参观哦。福音科技大学成立于1958年，是高雄地区投资规模最大、设施最现代化的大学之一。学校因其优秀的教学技术而获得台湾教育部的认可和嘉奖，是南台医科院校中的最高荣誉。那我们先参观慈母湖校园中心生态，人工慈母湖、草木扶疏、山两群、天鹅，于湖中又有志德，四周建筑以慈母湖为中心，梯形起伏，错落有致，随坡向外扩散，喝前坐卧湖畔，心情自然开朗。现在我们一起参观图书馆，五大游纪念图书馆、书画俱乐部，为感念当时五大游先生鼓励福音办校，里面有七层楼，中间大上下小的半圆形外观，由于满腹轻便的书生，馆内有各式期刊、中英文书籍、论文等等，馆藏非常丰富，也有提供很多电脑可以顺便使用。现在我们一起参考宿舍里面哦。福音有四间女生宿舍1、2、3、5和三间男生宿舍3、6、7，宿舍设施齐全，电视、冰箱、洗衣机，并与25宿舍间的天使岭广场设有美术阶级教室。学校内有多栋教学楼，每个系都是独立的教学楼，设备齐全，让学生得到最好的知识。最有名就是物理系，在截面上让放开建筑有了最美丽的灵魂。中正堂整合具有历史空间与人文记忆，是校内大型聚会及各式艺文展览的集散地。除了还有幼儿园。最后一个，我们一起参观体育馆哦。体育馆拥有齐全的运动器材，包括健身房、乒乓球、健美操、重量训练、武术、台球、羽毛球、排球、游泳池、足球场和钓鱼教学办公室俱乐部，学生可以锻炼、参加俱乐部和公共活动，并蕴含各种学术功能。